他好几十为你服务，他好专业啊！没有关系，先生，结束之后也可以办我们会员卡，我们会员卡，然后全送卡，不需要吗，先生？不需要，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关系，先生。需要喝点饮料吗？要钱吗？不用了，菊花茶、可乐、水，来有酸梅汤。拿个菊花茶，要冰的还是热的呢？要热的。先生，我11号，请下次可以叫我哟。再见。哎，他这按一下真的是让人想睡觉的。根本不管。You wanna? No. Thank you. I'm professional, OK? Wow, 胸。你真的只有55斤吗？啊，对。感觉不出来，感觉你肉肉的。你可能骨头比较轻。好有少年感哦，这两个人。小时候就是这样，真的是没变。真的好奇妙，我没想到会跟他一起来。你说的真的是小朋友，还骂他们，居然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要来做这一行。好奇妙，没事，你还年轻。世界好奇妙，怎么觉得世界好奇妙？我去面这个创的时候，每次每轮面试都能碰到我的学生，特别尴尬，好尴尬，特别尴尬。